问的，他们得个什么关系啊？说重点。他们的关系有点微妙。嗯，导演，你回来了。啊，今天没有比赛，你吃早点了吗？没有。嗯。哇哦，好贴心啊！导演，我也没吃呢。没事吧，蒋哥？哎，蒋立伟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务室啊？等你。